深湖在伫晋江市东南部，三面挖海，一面靠山，山清水秀，风光真水。这块有大自然的礼物，有古早的味素。深湖冰饼以皮酥做顶，味素芳浓冰甜出名，成为回味美食。滚头母以大滚猪肉为原料的大肉丸，是一道广受欢迎的闽南风味小吃。欢迎收看本期闽南通风味闽南，最近认识这真有特色的深湖味素。欢迎来到闽南通天下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准时来收看今仔日的闽南通节目，我是陈生。那闽南通风味闽南系列，搁再跟大家见面呐。咱讲福建呐，有真侪这古早的小吃吼，拢非常的正港，非常好料。嘛，不过有诶已经特别看无咯。咱讲闽南的阿饼吼，一四季拢有。嘛，不过每一家呢，拢有伊的这特色。今仔日啊，陈生是挑工带大家到阵来到晋江的深湖，正有一款流传。百年的绿豆饼，那伊的制作技艺，搁后摆入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那这款饼，伊到底有啥物特别呢？今仔日啊，就到阵来行入咱的节目当中，来去试看卖的。福建盛产绿豆，绿豆搁是清热解毒的物件，适合湿热与降气的所在。所以闽南人爱用绿豆做馅做成饼，各地绿豆饼的口感因为技艺差别也小可有无相。深湖冰饼是算真好料的一味啊！晋江深湖的冰饼到底伊的这历史由来是怎样的啦？伊当时咱深湖的冰饼是有百几年的历史咯。嗯，啊，伊当时咱真叫深湖有咧做一个冰饼的哦，伊是就叫绿豆饼。到大体1983年，我迄阵13岁左右的时阵，阮老爸将一块冰饼、一块绿豆饼来改做冰饼。哦，所以冰饼是绿豆饼演化而来的。演化而来哈。伊唔是讲百年之前就有啊。是。等于讲是咱有一个传承、甲创新的过程，伊甲出来的。这个是创新出来，冰饼是创新出来。嗯。当时的一个鸭，咱是用鸭的，用鸭。然后这个。冰饼伊个鸭是摇来洗，洗将伊内头迄个淀粉哦，包括伊内头啊杂质洗落无，伊食了伊才会冰。哦，所以伊个制作工艺是无相。无相咯，无相咯。已经是无相。无相咯，无相。啊，有啥物相像的所在无？相像的所在就是留伊跩配方计相关。晋江冰饼起源是清朝咸丰年间，当时。深湖港海上贸易真热烈，各类的店面盛行盛市，糕饼、汤品各类食品需求真大，冰饼就伫迄时产生。所以冰饼伊冰是因为咱着去冰箱内底冰的意思。唔免，就是说咱食了伊一块皮甲鸭，加了有一个立体化，产生了伫一鸭内头安尼小可凉凉。所以就是冰饼，冰饼是形容伊的口感，唔是讲伊是冰诶，对不？对对对，是安尼说，是安尼说。啊，不过拄只个咧想讲，爱寒人来食冰饼，是得寒话，原来是我想太多啊。我就拿真好奇，咱这冰饼的制作的过程，我讲小可练习一下。可以做的，可以做的。深湖冰饼甲其他绿豆饼第一大无相的是内馅。
因为企图大部分的淀粉显得更加绵、更加肥、更加骨，这需要几若顶的步骤才有法能实现。而且在传统甜味冰饼的基础上，搁想到家己创接开发出咸的冰饼。我看头前有两份啊，那这两个拢是什么馅料呢？这两个就是咱豆芽，啊，继续的豆芽，嗯，是。啊，为什么搁色无相？伊无相就是分咸甜。啊，这个是咸的，花枝咸，这个是甜的。当时咱青木这饼是叫做绿豆饼，是用来烤的。啊，然后家己要来改变做冰饼的原因是将绿豆用水来煮。底水这个过程进行创新啊。是是是是是。用水。我忘记讲介绍者。啊，咱本路。咱的条件较无人好啦，无人好哦。咱是将用，咱本是倒落去切，这个是倒落去煮弄，条件较歹就用用加热，用加热才变加热才一直磨，磨磨我揪，磨弄我揪咱煞，才我倒壳，另外分离，分离才去将水个落去泡落去洗，洗了咯，才来用地下来地。哇，就是真搞工啦，假搞工。嗯，这个鸭的这个细鸭的过程，就是比原来搞工真多。搞工也多。而且我咧想哦，是不是甲壳碎实以后，所以伊的口感才会遐绵着？因为伊块壳碎实无杂质，佮加上伊将伊内头块淀粉碎实，咱就是即食一块饼较袂枵。伊将伊个淀粉食碎实的情况下，咱的饼的口感非常万代好，绵绵安尼。饼皮是甲面粉、水、油按照一定的比例去拌制作出来的。这里面第讲究的是比例甲时间，关系到口感甲油流失的问题。这两碗是什么意思？是咱面粉啦，这块是咱的油啊。哦，就是是不是皮的原料啦？是皮的原料。哦，啊，油用什么油？咱就是找个用大豆油。大豆油。嗯，大豆油。啊，面粉啦，这款是。咱讲是低筋面粉还是高筋面粉？竟然问出一个真专业的问题。这个高筋，就是咱一罐米粉，大体咱就比例说，多四六瓜油，四六瓜水，哦，才超出着种个皮起。哦，啊，但是恁这块酥，这块酥，这块是北来这块起酥的。这块起酥，咱是一罐米粉，半罐油，固定。哦，酥加这个皮的做法都无相。无相，无相，啊，无掺水，这块无掺水的。哦，酥皮的制作手法差不多，但是面粉甲油的比例无相，两层皮做了以后，软做一下，安尼才算完成。哇，你怎直接用手？啊，全用手，咱原早就是安尼。大体一斤要叠偌多？安尼。太厉害了。所以你的手已经变做手啊！啊，咱最最久就是两块，就是旺两块啊！是是是是是是，无需要讲是遐尼啊，遐尼啊标准的。比如讲，我今日一定要偌济。大体就有法通知说，安尼起也要偌济。怎样？哦，我感觉这样是这手工的魅力啦。是啊。哦，你甲锁下一个。第一中，才一个安尼甲卷起安尼。哇！我忘试一下看。好，你试一个吧你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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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伊教我一个，伊用八。酥皮的作用主要是为了让表皮口感更加好，所以要求软较真透贴。软皮的时阵要均匀重复几若摆，才有法能保证饼皮的层次丰富酥脆。是安尼卷个，加一支要卷安尼啊，安尼是要当起酥，伊内头要当起酥。伊是个酥，你看一层一层。好，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伊是要当起酥，啊，是要当你去。我去看见。好。头壳会向手甲袂会向。啊。
这个给你，不，给刮去。哦，那得刮去。为什么要安尼刮？安尼刮到等伊起酥，伊个包起来，伊个粘锁无松。哦，伊个粘锁无。所以刮这个真重要。是，刮这个真重要，伊粘锁无松。你刮愈远哦，伊个粘愈侪粘。包鸭是当年累积的熟练的工种，但志明讲合格冰饼是35%的皮加65%的鸭，皮薄鸭大则食着会爽快，这就要注意手法，一无细腻鸭就会流出来。你这个火烤腿嘞，再安尼炼炼，安尼直直炼，包者炼者，包者炼者，炼者搁起落去咯。哦，有小可找到迄个感觉吧？啊，是安尼啦。哎、欸，我今年凊彩做，有点仔成功啊无？你看，是是，哦，比拄食迄个较好啊吼、嗯。你顶着练，你无练哦，伊个鸭煮袂得落去。啊，学着一个道理，有诶时阵伤过用力，伤过认真是袂用诶。嗯，你伤过用力，伊会倒反光起来。伊你伤过用力，甲人生相反，袂使伤过用力诶。有时阵随意，可能阁会找着个较好诶风景。对。为了应对市场需求，提高产量，即阵传统手工慢慢转型到机械制动、熬、盘、烙、包鸭、摆盘、烘烤，每一道工序皆真有趣事。一点钟生产6000个饼，相当有八个人手工操作4点钟的量。但市民讲，订单多的时阵，我通达到日产50000袋。新鲜出炉的冰饼，唔那受到本地人的喜爱，佮源源不断的销到海外。这就是端出炉的这冰饼，大家拢闻着迄香味拢呛出来。我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第一只看到遐尔侪这电风扇一直在吹？因为迄个吹哦，伊是要等较紧凊的，因为种饼袂法通囥咧收久包装，就赶紧包起来。对咱的迄个保质期，包括外卫生也较好。哦，所以的这个流程就是赶紧的。是。好，关紧来，关包。会当人试看嘛？该试看嘛，也水。呵，这个是什么味的？这个是咸味的。咸味的，来，我第爱食咸味的，来试看嘛。哇，水，我加你。皮真薄。皮真薄。鸟松，搁脆，内底迄个鸭料，搁软，搁绵，太绵啊！然后迄个冰淇淋的口感，我妈姐应该老人甲囡仔真爱食，爱食、嗯，因为一入嘴就化煞啦，是，然后迄个香味，会留伫你的嘴内，这个甜的，这是甜的吼、你甜的甲试看下，哦，甜的鸭的颜色甲。咸的鸭的这个感受是无相像的，无相、因为咸的来倒是参参。嗯，你也来试一下。甜的就是完全甜的口感。是。然后清甜。嗯，咸的是一个葱头味。是。这个咸葱头味。我感觉这那是配的太赞了，传统小吃经过安尼的创新，吼安尼的一个创意改良以后。会当人食出完全无相像的这个口感，是。所以咱讲，咱伫个这传承传统的这过程当中，家己家己的想法，伊可能就会产生一寡新的物件，都要予咱真侪惊喜。七毛冰饼，外皮脆薄有层次，内啊绵软冰凉，食了硬气流芳，清甜阁袂腻。伊也带着民间传承的印记，基于悠久的传统制作技艺，甲真好的口感，成功入选晋江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。做的美食拢无单一，阮住伫深湖，阁发现一款独特风味的美食，伊住伫闽南真出名，明年也一定得用闽南话读出来，才有够煞神。哎，林老板，哎，你好，
哇，你学无用哈？是啊是啊。你种在做啥物啊？拳头舞啊，人要淡仔烧的，就做起来买。哦，啊，所以你也徛食，啊，然后平常时做一下空客也伫咧食。是是是。拳头舞是晋江深海特色小吃，用猪的赤肉甲肉筋制作，用理解做一款大粒的肉丸，用煎、用煎、用煮、用切。李老板，看你也真少年，你对什么时阵开始做这个肉做拳头舞的？阮安讲到我这代哦，三代人哦。哦，已经三代人啊。啊，是。啊，你几岁开始学？我十七岁就开始做这个了。当当时是恁爸甲手艺传予你的，是是是。啊，恁爸咧，恁爸做偌长的时间？爸做五六十年咯。哇，基本上就一世人拢咧做这件代志啊。是是是，这只做。嗯，我想要知影咱这个拳头舞的这起源由来，就伫咧咱前湖是无？伊往个人是种吸咱地吸轻台来，咱徊无棍的吸起起做锥，出身的徊棍人啊拖咧做拳头舞，甲徊因说也好食。哦。往个是叫做普通叫筋头舞。啊，闽南话就大家就读做拳头舞。所以伊的历史有偌长啊？应该百外年，应该就有咯。勤俭智慧的老百姓，住伫制作肉丸的时阵，留了一罐肉筋，顶边边角角，连续拍算，就甲因土羊落做团，叫做拳头舞。因为真高，形态甲拳头相款，所以唔知对什么时阵开始，改名叫做拳头舞，流传落来。深海拳头舞甲其他所在拳头舞有啥物无相的所在无？祖先伊的粉甲咱用无相。嗯嗯。咱阮大家搁用咱本地，咱本地番薯粉味素较香。哦，真是。有番薯味。嗯。会当闻出来迄番薯的迄味吼，较明显。然后伊的这颗粒，一粒一粒较粗较大粒。啊是。吼，所以伊煮起来这個口感是毋是会较 Q？ 这个口感食起较甘。哦，甘，佮有味素，哦，佮原，佮用有用变成古早味。那是酸肉，是甚物款的肉？肉起根现台的新鲜的，嗯嗯，无做用冻的，一定用新鲜的。那这个是倒一个部位？这个是后腿。哦，猪的后腿肉。猪的后腿肉是。这个是筋是无？这属于筋是。这是筋吼。这属于筋是，有筋的较香。啊，较 Q。较 Q， 食起来 Q 较脆。新鲜的猪后腿肉。有赤肉后肉筋，是拳头舞第一好的原材料。把猪肉泡做泥，然后掺入水、番薯粉和调味品。啊，这调料还有这个蒜头。蒜头是。哦，啊，还有这个盐、味素粉、白糖。白糖。哦，所以做拳头舞的原料不是讲真困难。也简单。哦，也简单。是是是。但是可能就是伊的。加的时阵就是种个火候的掌握住。我知影，原料简单，嘛唔过制作过程。过程下，过程就掌握。较复杂。是。你做遐久的这拳头舞啊，你感觉伊的制作过程当中，倒一个程序对你来讲，你感觉是上界重要，而且是会较复杂淡薄。我感觉说就是咱后尾个时间，咱家底遐个做后尾个时间上重要。那我真想要知影，伫个这团型的过程当中，你家己有加入一寡你的这创新的物件伫个内底无？就是安尼慢慢改进。试看好食歹食，爱着改进。而且每一个年代的人吼，其实口味也无相吼。是讲阮，往届人佫无重视味素粉的食啊多，即人啊重视食味素粉，即就落牙少，阮个人偏爱甜头甜头鲜。嗯嗯，你可能伫调味的这过程，你有进行家己的这改良。是是是。通常一斤猪肉配两两水，一两番薯粉。再按顺序放了味素粉、盐、糖、蒜泥等佐料，做匀去拌。即阵猪肉对肉红色变做正粉色，刷落来就是立即成型的步骤。我就换了这个微滚、微速滚要来体验这个步骤。这个步骤是怎样做嘞？我你带我做安尼看，手安尼冲接上来。就一个啊，是安尼一个，你做安尼。我试看卖。所以袂使戴手套的是无？戴手套你排做伊粘的手套，你也排，你也加也排冲起来。哦，所以啊是得用咱这手，是得好做。做的肉丸加高温，一烧肉质就会变歹，而且肉筋戴伫个低温状态下，
才有法能保存遐尼久。所以咧立成型之前，佫有一个真重要的环节，就是冷藏。哦，为甚物遐冰着？伊有轻咱轻做起来，咱就冰箱会冰一下，食起来佮会嫩。太寒了，太冰了。哦，所以就先冰一下再来做，做下再嫩，食起来再嫩啦。我的手较凉。不是你安尼掉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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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一下。你手该破皮。哦，手该破。手该冲来冲，安尼拎起来就手该破皮。我想讲遐简单的一个步骤，我拄才已经讲，我扁豆讲我要学第简单的一个步骤，结果无想到连这个你已经有点么放弃我。小等下，这个我改家算掉。我紧，我紧，我紧哦，我紧好。我紧，但伊指起来，指起来，你就看袂出来哦。好，你个双脚咩？哎，毕竟是第一摆嘛，要不？家己家己落来。一般。看起来简单的动作，也是千万摆中学以后的习惯。估计好适合分量的肉泥，捏一白啊，揢在手掌。枕头啊，床底，顺着肉泥反复的一圈一圈，一直到肉泥变作一手掌宽、三层枕头啊粗的圆筒形，再放入滚水内面。啊，你一日有法做几粒？一日做一两嘴粒，唔做做两嘴粒安尼。啊，一日有法卖偌侪粒？大概，就是生意第一好的时阵啦。第一好的时阵，第一好的时阵阿伯卖得几万粒呗？哇，遐侪粒着。第三摆，总算比顶两摆，顶两摆感觉哪像黄金，头毛卷起来，藏起来的感觉。好水，含含，这个基本上有当个结构。不会，这个会做的，安尼做。为什么咱就连在这个小水内底？小水咱放个一个定型啊。我做遐慢，是不是水会冷去？是，水冷起来是无要紧，因为本身你做定型就袂对黏咯，袂对块咯。所以你感觉做肉丸较简单，还是做肉做较简单？拳头最简单嘞。哦，拳头其实是最简单嘞。好，我个。哎，安尼做，会做。无三不成礼，无事袂煞尾。丹心总算做出一个像样的成品。最终定型以后，就用落鼎去煮，满满一大盆倒落滚水内面。几分钟要好起来，白泡泡又绵绵的拳头母铺到水面，真正那就一粒一粒，你个安洞洞的碎粒拳头。拄只老板一把电灯看出来，倒一个是我做，倒一个是伊做，这个是我做，这造型真奇怪。然后亲像安尼的，就是伊做，伊做迄表面啊较光滑。然后问伊讲，这个形状的影响口感袂？伊讲袂。咱就来试看卖啊！首先是回香 Q 诶，有那弹牙的感觉，然后迄肉香回香诶湿，哎，咱看着，伊内底是真湿的，真白的，伊讲温这温了也真好食，试看卖，温了有淡仔软软。有淡仔蒜蓉味，落去调，所以真香。我感觉每一项这传统的美食，有法流传落来，肯定是有伊的道理的，因为伊真好料。我会记我以前伫厦门的时阵，食这拳头母其实是切片，然后冰豆干的时阵食，啊真好料。所以我感觉无管是安尼煮、食这碗里的，或者是温料食，或者是煎呐、炒配其他的物件，做迄只拢是非常好料的。我想。这也是咱这款传统美食的亲历啊！捏起一块拳头母，混淡薄啊酸辣甜口味的酱汁，塌入米嘴的肉香硬气，可口生津，够个油，搁够个 Q， 啊，可能是肉菌的关系，补到十钱，互人忍袂住，想要搁加几块啊！人咧讲，食不厌精，过不厌食，制作美食的人，点少成金。投入时间和心思，不怕辛苦，把基础的食材幻化做另外一款模样，摆在伫个咱面前。咱呢用第一简单的吃法，吃一爽快，就是对因第一大的尊重。